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与此同时，美国作为西方民主的灯塔，似乎正受到经济和政治僵化的困扰。中美制度之间的对比及其不同的表现，引发了人们对西方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模式有效性的质疑。 一些观察家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可以证明还有另一种成功的方式。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国家主义的力量、儒家思想的智慧以及与私营部门效率的巧妙结合。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此前始终保持在每年百分之九左右，令标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要素受到了质疑。也许那些市场、金融、法治和产权都不是必要的。 从中国的经济成功来看，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适得其反的要素。然而，随着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骤然放缓和资本外逃寻找海外避风港，以上这些论点近来都变得不那么可信了。仅今年八月份，中国资本外流就达到四百九十亿美元。中国资本家也因为担心自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纷纷选择离开。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国家主义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刻。 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摇摇欲坠，暴露出政府干预日益加强的影响。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了这样一篇分析文章，叫做《中国的经济动荡不可避免：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场虚幻成功》。文章认为，国家主义式的经济并不是中国经济的救世主，而是对中国生存的一种威胁。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华人，叫做黄雅胜，他是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指出，中国经济此前的成功与中国的国家主义无关。尽管儒家思想和国家主义是中国制度的长期特征，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计划之后才开始的。 改革包括慢慢地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允许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减少政府的价格控制，以及国企的私有化等等。这些政策的集体效果是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因此，中国的增长并不是政府相对于市场权力不断扩大的证明。事实上，恰恰相反。通过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显著显著增长的第一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一阶段。 中国经济是由小规模农村创业推动的，数千万出身卑微的企业家建造了工厂，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消费品、建筑材料、食品和劳动密集性产品。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承认的那样，这一奇迹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无关。他称农村经济是我们最大的成功。邓小平说：“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些企业就像一股自发产生的生力军。” 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没有功劳。”黄亚生指出，中国政府支持或者说故意的忽视这种农村创业精神自下而上的爆发，这一点值得充分赞扬。当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因为国家放手，而不是因为国家干预。中国各个地区的比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九七八年以来，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地区包括广东和浙江。 是市场化程度最高、国家干预最少的地区。另一方面，国家干预最多的地区，例如中国的东北地区，却深陷高额债务，并常年与较低的增长率作斗争。除此之外，黄亚生教授还指出，经典经济理论认为，为了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企业家需要有强大的产权。在一九七九年，中国政府释放了文革期间被监禁的资本家。 并且将他们被没收的银行存款、债券、黄金和私人住宅都还给了他们。这一事件表明，尽管中国从未有过美国式的宪法，但北京在邓小平的领导时期摆脱了毛的极权主义，从而给中国企业家带来了安全感和信心。但是现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资本家再次被边缘化，被严重的骚扰。 这种待遇的一个极端例子发生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农业亿万富翁孙大武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表面上是因为违反土地法规，但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变得不愿意投资，并且试图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北京的国家控制非但没有获得回报，反而是付出了代价。第三点，黄亚生教授提到了对香港收紧控制。 对大陆经济发展的影响。香港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与全球资本的连接，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中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了早期的融资。在中国自己的风险投资行业兴起之前，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许多其他科技初创企业都需要靠外资来资助，而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香港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的故事，归功于中国的开放政策。 外国资本的知识和专业与中国企业家的辛勤工作相结合带来的成功，而创造中国科技经济的力量与创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奇迹的力量是一样的。如今，集权金融剥夺香港自由以及退出全球化，只会削弱中国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增长引擎的活力。有人说，国家主义对于建设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但是黄雅生也指出，不要忘记。 中国经济早在基础设施大规模扩张之前就已经起飞了。例如，中国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经历了两次浪潮，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另外一次是在二零零八年之后。经济增长促进了储蓄，提高了政府收入和土地价值，并为国家项目提供了资金。国家主义并没有带来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国家主义。基础设施有利于增长，但是中国对基建的迷恋。 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却构成了威胁。不断修建公路、铁路和港口，使中国陷入了不稳定的债务之中。由于这种迷恋，北京选择以牺牲中国农村教育和医疗保障为代价来投资基础设施。这种优先顺序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仍然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令疫情期间严格的封锁成为必要的措施。 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损伤，而相对于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有所不足。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在中等收入的国家当中，中国的劳动力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是最低的。随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中国经济表现长期低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面对这种局面，作者认为中国的国家主义难辞其咎。 最后，黄亚生还指出，中国的成功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故事，而是渐进和务实的自由化的故事。但是，现在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在中国已经基本消失。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了国家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痴迷使国家武器化，从而牺牲了私营部门的利益。 北京背叛并且拒绝了自己曾经的成功模式，结果是经济正在付出代价。如果中国政府在这些基本经济决策上继续犯错误，那么黄亚生教授认为，最终受苦的就是中国人民。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您分享了来自外交事务网站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希望您喜欢，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如果喜欢，记得点赞、打赏，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